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作出关于香港特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决定，为香港特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职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有利于维护香港特区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有利于保障香港特区政府正常施政和社会正常运行。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已分别发表声明，坚决拥护这一决定。我想在此强调，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立法会选举是中国的地方选举，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插手干预。